上哪去了？出去逛逛啊，什么事啊？你跟张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是我徒弟嘛。啊，师徒两个人先是吵吵闹闹，然后又卿卿我我的吗？你看到我？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了。那你还明知故问？哎，你以后别再跟张磊来往了。为什么？张磊这小子初被下的，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你干嘛就这么看扁他？我不是看扁他，他根本就是个不学无术、不思长进的家伙。你太武断了吧？是啊，他是穷，没念过几天书，所以言行粗鄙。可是你以前也瞧不起小宝啊，那现在干嘛跟他好起来啊？哼，这分明啊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小宝跟他不一样啊。小宝虽然出身不高，可他为人聪明，本性善良。那你又怎么知道张磊他不聪明不善良呢？你真的这么喜欢他？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，可是你不能阻止我跟他来往啊。我那么做都是为你好。你想想，嫁给张磊那个贩夫走卒会有什么指望呢？那你跟小宝呢？那两码事啊。如果将来我娶了小宝，我可以照应他、提拔他。难道你愿意嫁个比你低下十倍的人，把他照应得十分周全吗？嘿，他会拖累你的。哦，只许男人娶一个比不上自个儿的老婆，就不许女人嫁个比自己弱的丈夫啊！哼，你迂腐啊！这是。你不听哥哥的话，将来会后悔的。别死性子了，趁着你现在跟他感情还不深，就此打住不正好吗？好，如果你跟小宝一刀两断，我马上跟张磊不相来往。你怎么样，划不来吧？你以后啊，少管我的事儿。好，我心一心一意的是为你好，好话说尽了，你既然不听，我也没话可说。可是你千万不要让我说中，往后可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忏悔。哎，龙大哥，你怎么还没出门啊？小宝等得不耐烦了啊！哎，不是龙，龙，你聋了是吧？真是。岳峰，你大哥怎么回事？那个脸比包青天的脸还乌黑。他，你别理他。哦，让你们两个吵架了是吧？你呀，就是这个牛脾气，怎么说呢，他也是你哥哥，更何况他是个男人，哪个男人不爱面子呢？所以说有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要处处跟他唱反调，就马马虎虎答应他就可以了嘛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好，我就听他的。对，这才是个好妹子。你走。怎么回事？聊得好好的，你干嘛撵我走？你疯了？我才没疯呢，他不喜欢我跟你在一块儿啊。你要我听他的吗？那你还不快滚呢？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他太过分了吧？他怎么给？哎呀，岳峰，事分大小，小事呢你可以理他，但是我跟你在一块儿是大事，你可以不用理他，真的可以不用理他。你呀，就是会自圆其说。岳峰。是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啊！我掌嘴啊，我掌嘴啊！龙大哥，少喝点。酒能伤身呢，张磊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你用不着为他发愁的。你们都知道啊，张磊都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我看这件事情还是顺其自然的好。哎，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。虽然张磊平常粗粗鲁鲁的，但还算是个好人啊。对，张磊跟我们相招多年，他的为人怎么样，我们最清楚了。他最坏的就是一张嘴，可是心里头不差的。既然你们都替他说好话，不
我也不便接济，就看他们的福分。龙大哥，的确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来，这杯我敬你。怎么那么久才来啊？对不起，久等了。市政府门口碰到大群人游行啊，有什么名目？还不是要求袁总统自立为皇？哎，最近呢，全国各地的士农工商都跑来要求他当皇帝，说不定啊，咱们真是有个皇帝老子，好做人呢。也许是吧。哎，推翻了宣统啊，还不是一样乱哄哄的？哎呀，好了，咱们不谈这个，咱们当咱们的老百姓喝酒喝酒。龙大哥，别冲动，这里人多嘴杂，谁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。干嘛人们老被他那套打动呢？那些上街的都是拿了他的钱的，很多人都爱人云亦云呢。既然他利用民意为自己摇旗呐喊，我们也可以啊。小宝，啊，找我有事啊？没什么，只是看看你回来了没有。这么晚了，四儿也睡了，我就替你打盆水，擦把脸。不用了，待会儿我自己来。东坑，最近这一阵子你忙什么？哦，写文章了，联络国民大会的代表了。还有以前同盟会的会员与各界讨论呢。总而言之啊，凡是可以阻止袁世凯称帝的事情，我们都要做。人家掌握大权，这事总不好惹。这大半年来呢，我已经想通了。在没有认识如意之前呢，我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。遇上他之后呢，又在一个旗子上面，弄得我焦头烂额。回顾这半辈子，我还真没有干过一点正经事。现在这件事呢，关系着我们国家亿万人的利益，我已经准备豁出去了。蹲坑，我只是这么说说，要豁出去也没那么容易。再说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总要事事小心哦。我知道。小宝，嗯，其实龙大哥是个好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我也很放心。你呢？要好好珍惜人家对你的好意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去洗把脸。四儿，是，我可以吃饭了。张少爷跟昭姑娘呢？他们全都出去了。哦。哎，帮我煮碗面给我娘吃，她肚子不舒服。嘿，奇怪，大哥，你今天第一个到家门啊？嗯，又去哪玩了？就是到四处逛逛嘛。看看你，玩的挺开心的啊。怪不得这盘古初开，男人跟女人就纠缠不清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心里头有一个人不知道有多快活哎。瞧你这德行，简直喜上眉梢了。哎，差点忘记了，你明天有没有空？有什么事啊？我跟岳父你学了大半个多月的武功了，我想牛刀小试，明天去打猎。啊？你行不行啊？还不赖呀，尤其是飞刀那款，我跟你讲，我简直快要青出于蓝了。别逞强了，到时候被野猪追啊，那可不得了哦。哎呀，你放心呐，在喜欢的女人面前呢，七成的武功都会变十足的。哎，怎么样，去不去啊？很难说，看能不能把事情做完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你一定要把头埋在工作堆里面一辈子吗？不要虚耗光阴了。你玩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不要管我。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好，反正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。哎，你真是死性不改啊你！想要龙大哥对你刮目相看，就要学点礼貌嘛。用筷子。哦。哎呀，吃花生米还是用手拿比较顺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龙啸天也不在，让我快活点好吧，谢谢大哥。
大哥他有事情要办，不能够来。我娘让他拉肚子不舒服，也不能够来。小宝要照顾我娘，他还是个不能来。哎呀，还好啊，你大哥也没有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招呼他啊。他听说是你发起的，答应来才怪呢。我真的这么讨厌吗？骗你的，压根你真的。 你呀，见到他甭说是打猎了，就是蚂蚁也捉不到一只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你上次跟我说过他不太喜欢我，我每次见到他面总有些胆战心惊的。怪不得他瞧不起你，他也是个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走吧。来。是啊。啊啊 猪啊，屁也没有，鬼地方嘛！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！哎呀，什么鬼地方啊！打猎打个屁呀打，什么都没有！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？ 岳父，你在哪里啊？岳父，岳，岳，岳，老雷，你这个畜生，你给我出来啊！岳父，我在这里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搞的你？跑到这种地方打猎，连个跳蚤也没有。我怎么知道吗？整座山头连个活的玩意儿都没有，真他妈见鬼！笨头笨脑的你，整天的就会骂人，被禽走兽看到你快快藏身，哪来的猎物啊？ 喂，这明明是你找错地方，你还怪我啊？你看你越骂越凶，真是难伺候啊！我难伺候，哎，你哎，白队，哎呀，到了，快下雨了，岳父，咱们走吧，啊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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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就干不出件好事来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一会儿就变天了。哎呀，姑奶奶，这怎么能够怪我呢？快走吧，不然山鸡没抓着，落汤鸡到两只，走走。哎呀，走。 啊！你真是他妈的大，哎，咱们先到庙里头躲一躲吧。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湿衣服穿在身上容易着凉的。哎，那边有柴火，来拿着。哎！ 这样总算才暖和一点。喂，先把衣服脱下来烘干吧。不要。哦，那这样吧，我先到门外去，可行了吧？这连扇门也没有，不行。喂，你怕什么？你不规矩。 你怕我偷看你啊？你这种人很难说。好，我不看就是。哎，再下去你会生病的。那你现在嘴唇都冻得发白了。我不要你管了，我绝不在这儿换衣服。呀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嘛？不稀罕，反正能看的还是全都看过了。你说什么？是这个样子的。 我告诉你，不要再扭扭捏捏的，能看的我全部都看过了。你还胡说！跟你说真话，你都不信。上次在杨副店更衣室的时候，
说，你别跟着我，你走啊！岳凤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不想听这些，你走。岳凤，我们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之后，得到很大的回响。今日筹安会没有像以往明目张胆要用袁世凯为帝，可能是他们有点顾忌。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袁世凯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个当然了，最近参政院那边有没有新的消息？暂时是风平浪静的。袁世凯的心腹近日还跟汉人他们谈笑风生，没有前一阵剑拔弩张的气氛。哦，那一帮人打着什么主意呢？这个倒不晓得，但我已经叫汉人他们不能松懈。 只怕他们来个攻其不备，我们便措手不及了。岳凤，站住！你看看你，怎么弄得蓬头垢面的？刚才下了一阵雨，衣服头发都淋湿了。哎，你呀！ 成天就知道往街上跑，哪像个花花闺女？龙大哥，岳凤她天生就是男儿性格，你别管得太严了。她就是太莽撞，所以我才帮她出段子。我先去换件衣服。去吧。小姐，待会儿张磊来找我，就是我睡了，不进客。是。哎。 又不知道闹什么义气，这丫头就是叫我不放心。小姐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，我去给你打洗脸水去。哎。
大娘，有没有来找我？没有啊。那张磊呢？没有。是我千不该万不该，可是民已成摧，你就算生我的气也没用的啊！哎呦，别再提了。什么不提呀、啊？有道是一人做，是一人当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担当到底的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比翼双飞！今天我是特地来向你大哥提亲的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爸提亲？当然喽，不结婚算什么担当？大哥，不行不行啊，太突然了，哥会起疑心的。还是迟点再说，迟点再说。好啊，哎，起疑心好啊，那咱们就老老实实告诉他，还怕他不答应吗？哎，你咋死的？你还敢说？干得出就不怕认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哎呀，你先走了。不是，哎，岳凤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咱们要说明白的嘛。让我跟他。哎，真的，哎，你这你们在干嘛？大哥，你还在家？正好啊。那你快说吧。大哥，今天我是来提亲的。提亲？嗯。干嘛突然提亲来？是因为我跟岳凤两个人已经怎么样？已经。我们已经商议好了，既然我们二人相爱，不早日成婚，还请龙大哥你成全啊！哎，你们还年轻，用不着那么急。哎，龙大哥，我对岳凤是真心诚意的。我知道，只是这件事情太突然，我要考虑考虑。不是，龙大哥，先走吧，这些都一并带走。可是这个，龙大哥，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些其他的原委的。什么原委啊？就是啊，我们去庙里头求签呢。那签上说，我们两个人这个时候成婚呢，大吉大利，可以白头偕老呢。哎，这年纪轻轻的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你先走吧，我不用时候我再答复你。可是龙大哥，我这些……哎呀，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去跟他说，多不得的嘛。哎。龙大哥，告辞了啊！岳凤，你真的想嫁给他？是啊。这年头婚姻大事，也不尽由长辈做主。但是你好歹也听我说一句，张磊那个小子没什么出息，你嫁给他早晚会后悔的。不会。我不会后悔。以前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四处漂泊，认识的都是一些贩夫走卒。现在到了北京，我又忙于工作，疏忽了你的婚姻大事。这段期间嘛，你认识的就张磊一个人，难怪把持不住。哥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我知道，就算真的喜欢他，用不着急着嫁他。等过些时候对他观察的精细一点再说吧。可是我们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说明白吗？我是个女孩子，这马上我怎么说得出口吗？不是，哎，都是你这混蛋干的好事儿。哎呀，岳凤，你算了，你也不要埋怨我了，好歹咱们想个法子啊！啊，想什么？要说你自己去说，我才不去呢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不是我不想说。只是我每次一看到他，我喉头就哽住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法子啊。再说你大哥本来就不太喜欢我，
他要是知道我现在已经先斩后奏的话，他不揍我一顿才怪呢。你也不敢说，我又说不出口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算了吧，就听他的，迟些日子再说吧。迟到什么时候啊？就怕你耽搁下来翻脸不认人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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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岳父，如果有这样坏心眼的话，你叫我天打雷劈死无全尸，我绝对不会。别乱发誓，我相信你就是。岳父啊，其实我也想早日跟你双宿双栖的，咱们想想办法，一起想想好不好？哥哥他是个聪明人嘛，对，我们说不出口，我们用暗示的。暗示？对对对，那个什么书的我是没看过，不过戏我看过，《西厢记》里面的啊，崔莺莺跟张生不就正跟咱们一样？他叫张生，我叫张磊啊，交给你哥哥看一看，他就能够明白各种原因了吗？哥。哎呦。没出去啊？是啊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我这有本书，你看过就知道，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放在这儿。干嘛？好像一溜烟的走了。谁知道？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莲子茶，给你跟端康的。端康呢？哦，他替我送稿件到报馆去了。那个你吃吗？嗯，好。嗯。啊，哎对了，刚才啊，岳峰放下一本书，在我看，我忙得正不可开交。哎，你替我看看，都说些什么呢？嗯。你叫我帮你看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哎，这字呢，就像人一样，见多了就少多了。哎，帮我一个忙，看完了。嗯，好吧。办点事，他不来了。没关系，哎，坐。啊、哦。这一阵子我都忙着，没时间陪你出去逛逛，你不怪我？你这么说，不是把我看扁了吗？我呀，才不是那种只爱吃喝玩耍的人呢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其实呢，你要做的都是好事，我又帮不上忙，我才惭愧呢。别撒气了。啊，对了，那本书。哎呀，我忘了。说什么的？没什么嘛，只是一些个男女相遇、女儿家伤春悲秋的事情吗？岳峰这丫头，真是女大不中留了。说实在，你为什么不让张磊跟岳峰配成对呢？小宝，我知道张磊是你的好兄弟，
可是其他的不说，你也看见了，岳凤跟张磊在一块的时候，哪一天不是打打闹闹的？他们这样成了亲，会幸福吗？我有几个好朋友，人挺和气的，修养也好，像岳凤这样的急性子，跟他们在一块那才适合。张磊他们虽然是打打闹闹，可是他们很喜欢对方啊。哎，岳凤跟张磊是在没有选择的余地之下才会亲近起来啊。我现在多介绍几个朋友给他认识一下，也许他就能分辨高低了。张磊啊、哎、不好了，什么事儿啊？龙啸天在家里设宴为岳凤做媒啊。啊，这怎么会呢？岳凤明明拿了西厢记给他看了。西厢记？是啊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里面崔莺莺跟张生的关系你总算知道吧？我没看到。你看，龙大哥说他忙，叫我帮他看啊。哎呀，怪不得你。喂，来，让我介绍，这就是我的宝贝妹妹岳凤，这是刘汉仁、江国栋、方瑞和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三位，久仰。说起来惭愧啊，因为我自小离家，他怕人照料，所以就养成刚烈的个性。日后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们要多多包涵嘛。哥，你刚见面你就在拿命令数落我？哎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他就这么刁蛮了。好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还要发脾气了。来，坐下，我们先喝一杯。岳父。岳凤，来，岳凤，我给你。大呼小叫，没有看到我有朋友在场吗？我不是瞎子，我当然看得见的。张磊，你看看你啊，就像头蛮牛。你还骂我？你知不知道你跟得起那么多人回家吃吃喝喝，不是安好心的？哎，你可别在我家胡闹。我知道你嫌弃我学识不丰，地位不高，所以想把岳凤嫁出去，好攀龙附凤啊。是不是这三个人你最看重谁？你直说，你说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还是他这高个儿啊？是不是他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他想替你做媒啊，你还蒙在鼓里。哥，真是。大家有事慢慢说。张磊，你先回去。哎，对呀，来，我先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今天就先跟他说个明白。岳凤是我的妹妹，用不着你还说什么明白不明白。是。她是你的妹妹，可是她已经是我的人。什么你的人，她的人？我们已经百米煮成饭了。什么？哎，岳父，岳父，哎，失陪了。龙大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岳凤，你让她嫁给我吧。这样丧德败行的事儿，还站在我面前央求什么？快点给我滚出去！龙大哥，他们只是一时糊涂，既然他们认错了，你就原谅他们吧。是啊，张磊干出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不可饶恕的，但念在他对岳凤的一片诚意，你马马虎虎原谅他吗？岳凤，不要这样嘛，龙大哥。你就算是把我千刀万剐，我也是死不愿意。可是岳凤她是你的妹妹，你好歹也为她设想一下，你就让我们成亲吧，啊？是啊，就算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们已经认错了。龙大哥，你不如成全他们吧。是啊。你听着，成亲之后。放规矩点，再闹出什么笑话，我可不饶你们。谢谢大哥。省省吧，待会儿跟岳凤喝交杯酒，跟我喝有什么意思啊？新娘子，我们进来了。女人呢如衣服，兄弟呢如手足，
比起你，他算老几啊？啊啊！你说什么？他喝醉了，不要理他。新娘子不能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总算成了亲了，往后可别再孩子气了。你呀，要养妻活儿的，要做个顶天立地大丈夫，知不知道？那当然喽，我张磊又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是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的。等你有作为的那一天呢，龙大哥才是最高兴的人呢。小宝啊，时候不早了，该走了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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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好的照顾他啊，龙大哥。哎，你们走了啊！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好好享受。你们要走了啊？再多喝两杯吧，再来喝一杯好不好啊？干呐，干呐，来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干嘛喝得醉醺醺的？今天要是不喝酒，还会闻家笑话的。早叫你别喝那么多了，你就怕人家笑话，就不好脾气。你是新娘子吗？又不是那些老婆娘，干嘛那么啰嗦呢？来，咱们再来干一杯！来来来，臭小子，刚结婚就骂我！我谁骂你了？你好端端的干嘛生气嘛？别这样嘛，今天是咱们大好的日子，别扫兴啊！来来来，是你自己喝的七荤八素，还骂我是老婆娘，是谁扫兴啊？啊！哎呀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哎呀！你啊，臭小子！你要过来是我爸，你不是要欺负我吗？要欺负，要怎么欺负我啊？来来来来，没事呀，就算用八人大轿抬我，我还是不回去了。好啊，你这死人头，你给！我请你把你教训你不可以。喂喂喂，你们两个才结婚多久啊？怎么又这样吵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家跟牢房一样糟。还要我再回去，我不如一头撞死在墙上还来得爽快点。你要去自杀，我才不管你呢！你去死吧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！你这个没人性的，你叫你的新婚丈夫去死，我真的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呢！你还说我呢？是啊，你不要吵了。到底为什么事情啊？段康大哥，你评评理嘛！这个混小子，他结婚那天说过什么来着？哎，你们等着瞧好了。我张磊也不是等闲的人物了，总有一天呢，我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。没想到啊，他现在就当缩头乌龟了，真没种。我说有一番作为，不要念那些书吗？整天就叫我强记硬背的，对着呢不是人就是义，根本就是活受罪嘛。哥要你念书，你是为你好啊。谢谢，我消受不了。你绝对不回去。哎呀，你可以搬到这边来住嘛。哎呀，真的不回去啊？你想怎么样啊？你再给我耍花呀，我就把你的头打进肚皮上去！哎呦，哎呀，我真受不了你们两个！你真要打他吗？好，我就拉他出去，让你打个够，免得我跟端康两个受无妄之灾。走，这还算兄弟啊？走啊，你这种……不是我。呀，好了好了，我大不了我跟哥说一声，那你少念也不急了。哎。不是少念一点，是只念一点。你要答应我，我才跟你回去。哎，你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给你气死。哼，小宝，我跟你讲，他是你要嫁他哥哥的话，你可要想清楚一点，那将最懂得折磨人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是，胡说八道的。小宝，别听他的啊。谁说我要嫁给他？你们杞人忧天呢。龙大哥，报告拿来了。谢谢。我得开会去。哎，差点忘了，今天是小宝生日。哎呀，我还没买东西给他。你替我买条珍珠项链吧。珍珠项链？哎，我想他会喜欢的。
哎，告诉他开完会到你家去啊。好啊，镇住项链。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，怎么办呢？上山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是龙大哥在旧书房给你买来的，喜不喜欢？就问他，看他都填上心慌。真的很好看呐、啊，你看。以后要多看点书，现在没人说你的书是偷回来的。啊。抱歉抱歉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哎，伯母呢？哦，她在厨房里忙着饭菜，就快吃饭了。哦，龙大哥。谢谢你的礼物哦，张康替我送了给你了吗？嗯，我最初还以为你会送我什么首饰之类的东西，还好不是。你不喜欢首饰啊？当然不喜欢了，你看我十个手指头光秃秃的，我怎么会喜欢？以前我大哥送我很多，我就是不戴，还是你细心一点。哇，这么大的闺女你送她一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真亏你想得到啊！段敏，怎么大清早就在厨房转来转去的？磨什么？我来做杏仁茶。昨天晚上你有点咳嗽，喝点茶会好多一点。这些粗活交代蓉儿干不就行了吗？他磨得不够细，到时候啊，你又不肯喝了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你先回房歇会儿吧。等我弄好了，你喝了再去上班啊。那就少用点力气，别把手磨粗了。会呢，傻瓜，去吧。这些留着，我晚上回来再喝。那好吧，那这两天你少喝点酒，少抽点烟，不然再咳嗽下去很伤身体的。嗯，我要上班了。今天晚上警察丁要加班，你早点睡，不用等门了。很晚吗？嗯。哎，慢着。那去吧。天那么热，不用了。那你小心点。每天我出门就像生离死别一样。你别胡说了。当警察虽然是有些危险，但是也犯不着过分的担忧啊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心里总是不安稳的。别胡思乱想，我一办完事立刻就回来。姚太太，你找姚芝士吗？啊，是啊，他人呢？真不巧，他刚走了不久。我替您叫上黄包车吧。不用了，我出去看看是否能遇到他。那不送了。Thank you.
大财，快开呀、啊！